Hello，你们好，这个就是蘑菇牛肉，对，来看看蘑菇牛肉里面有什么。So, 这个爆料是饭，米饭，水，是我每次都觉得这个水很肮脏，可是好像是很清洁的。你看，这个就是放米的水，这个就是放热包的水，对，对，就是料理。这个好像是蘑菇牛肉，哎呀，对，很容易做的这些工作就是直接可以乱放，里面就是有叉子跟，也没有，就是没有叉子，不是，只是有个 spoon， 中文 spoon 怎么讲？汤匙啊，汤匙。先把米饭打开，米饭，放飞了，哎，放错边，对不起，我教你们错了，就是直接放错边了，放这里。OK， 你懂什么饭吗？怎么办呢？倒错了，直接放在这里吧。对不起，我倒了错边，所以我被你们说错了，所以我重倒啊。哎呦，在里面卡住了。是的，你看水不够就是这样啊，对 ，OK， 啊，就是这样了，对，很容易的，对，啊，不是，是我傻啊，说这个就是把放在这里，就是那个菜啊，对，菜放好了就是放这里，可是我们放水先。这水我觉得很难放，慢慢倒。等下爆炸怎么办 ？OK。哦，我的，我的床上都有水了。没有隔好啊，你就知道我是乱来的。我的中文不好，可是你看我的，我做到我的笔都撕掉了，真是的。这样紧不用紧，来，我们就倒另外一个水，再放在旁边。等一下我就把饮料拿出，那个。牛肉拿出来，可是这个就要倒在这里。这个饭猛会掉，放在这里吧。OK。OK， 水都放进去了，所以等一下要把那个热包放进去。现在就是把猪肉放在这里。猪肉就有点难度啊！哦，差一点，哦，中我的床上了，死了。对，就直接放在这里。哇，看起来蛮好吃的。以后你不要放。做你东西放在床上，然后你床上啊，直接整个就是油，哎，没有放好刚才。有点怕啊，如果在厨房就很容易啊。
下，我妈妈一下，等一下子，手整只油刀，有葱葱重了一点啊，哎，是的，是的。好的，这个就放在旁边先。所以这个热包直接放进去就是就开始烧了，所以你要慢慢放进去，直接放整个放进去，你看，慢慢它会变烧，所以把这个放进去就把它盖上，就大功告成，就在这里等，等不用多久。对，你看，哇，烟就出来了，很快很快，直接就哇冒烟了，吓死人了，这个。超级快啊啊，对，如果你们要买这个就是蘑菇牛肉，对，蘑菇牛肉。对对对，很好很好。早知道开 live video 啊，真是的，比较容易。